今天谁先动的手？你为什么先动手？因为家妹妹说我玩的不好。对不起，但是是你先打我的，我刚才不想打你，然后看到你打我了，然后就找你的。对不起哥哥，没关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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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大陆不一样，双胞胎兄弟爱吵架，互殴到痛哭和好过程吵抓嘛。啊，你没事吧？我帮你捶捶。嗯，好了，帮哥哥捶捶吧。对不起哥哥，一点的感情都没有。重来一遍。大陆有对不一样爱吵架的双胞胎兄弟，哥哥叫贾西西，弟弟叫贾贝贝，妈妈负责记录两人的吵架日常。这两兄弟每天实战，长长不一样。我不该打架，但贾贝贝也不该破坏我的房子。对不起，哥哥，有话打不打仗了？打了。和不和好？和好。互不互相原谅？互相。拥抱一下。谁先动的手？谁先动的手？不能撒谎。我全是我干的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但是我真的不能让你画画。我为什么不能画画？我不喜欢让你画画。我就画画，不能让你画。这两兄弟的综艺婚，十之八九估计是遗传爸妈。你要干嘛？写地度我月呀？把这一滩屎拦行不行？尿钱三个意思去啊！哎呀，这一学习就得苦一件，是不是？这回又咋的了？今天是算数学题，不是比苦啊！我承认，是我第一个找到火柴的，打我吧！妈妈，来打你来！妈妈，别让我哥打我！啊，打你来，伸手！打我！打你来呀，伸手啊！打我！打我！再替你小弟按一下，来，再替你爸按一下，来。我就抱着这么重，臣妾做不到啊！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 ，Jacky 吴宪哥来了。我是哪个？我是徐乃麟，我是小 S， 我是姜文雄，是欧巴桑陈美凤，我是郝静莹，我是郑慕辰，我是孙艺腾，我是你的 Weekend Boyfriend Kevin 廖博雅，我是艾薇，我是兰兰，我是薇恩，我是林真义，我是志新，我是陈君。圣诞跨年又到了，你们想好圣诞跨年要去哪里过了吗？想要获得我的圣诞跨年交换礼物吗？冰红的话呢，有准备的礼物要跟大家交换一下，用点心思，用点情感准备的，厉害啦！马上下载娱乐新闻 APP， 马上下载娱乐新闻 APP， 马上下载娱乐新闻 APP， 或是上三立新闻网参加投票，请到三立新闻网来投票参加，上三立新闻网投票。就有机会获得我的交换礼物哦！加入我们的交换礼物，我的礼物非常好哦，很健康，很有 feel 的礼物。